是 SNH48。 大家好，我是不平，我是格丽娜，这是我们的最新 EP《彼此的未来》就要上架了，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温暖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大家期待吗？大家期待吗？期待。我们对的对歌叫做《倾听我的爱》。关于这个歌的话，我最喜欢的一句就是它的副歌的第一句 Listen to my love。 为什么喜欢这句呢？因为这首歌本来它应该叫做 Listen to my love， 但是最后我们改成了中文倾听我的爱，所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它原来的 Listen to my love。 在里面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请你请你牵着我，千万千万别放手。我觉得这句歌词很有意义，很像我们和粉丝之间就是中间会有些羁绊，然后四年来就是希望你们能够一直牵着我们的手，不要放手。这次 EP 主打的是一首非常抒情的歌曲嘛，然后也是想加深我们跟粉丝之间的羁绊啊，然后这次也是有很多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每一个队的单曲都非常的有各个队的特色，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觉得整张 EP 的话，那个彼此的未来它这首歌就是是一种纪录片形式的吧。我觉得它那个 MV 拍特别的有意义，因为觉得当中有很多我们平时舞台上的一面还有舞台下大家看不到的一面，我觉得挺有意义的，然后希望粉丝能够看到不一样的一面。整首歌都很洗脑，这个 Listen to my love 那一段它整个副歌都很洗脑，有望成为新一代神曲啊。录制过程中，然后就是它的主打曲是非常高的一首歌，然后我就在外面一直听着里面录音的人在嘶吼，然后嘶吼还吼不上去，最后变成虚音，就是那种唱了一半突然就掉下来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挺有趣的。在录制的过程中，我们的话，这个我们队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是倾听我的爱其实还好，彼此的未来挺搞笑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在门口嘛。那个彼此的未来是有其他的成员在录的时候，我们觉得就因为它有个高音，但是很多人飙不上去，确实很搞笑。它那个地方就是那种我也很难给大家形容，反正应该有可能会放在花絮里面吧，因为他们真的飙不上去，那个音特别高，挺好玩的。3月17日 SNH48 彼此的未来将在官方商城火热上架，敬请期待哟。